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无理数哈，它的整数部分是 A 啊，啊小数部分是 B， 小数部分用这个符号，整数部分用这个符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我把这个哈，把它整理一下，这里抽出一个4来，4抽出来变2了，2跟了多少？抽出数啊，4 5 20，这个20等于多少？等于4乘以5了，4乘以5，好，4乘以4加5刚好是9，所以这个可以写成多少呢？写成根号5的平方加根号4的平方，哦，这个是5加4是9，啊加后面这个是2，乘以多少呢？根号5再乘以根号4，那里面这个是完全平方嘛，这个就是根号5加根号4的平方，啊再给它开根号，就等于根号5加根号4，根号4就是2了，啊是2点多嘛，是2，所以这是4点多，所以它整数部分哈 ，A 啊哈，它整数部分哈，根号5加2哈，整数部分就多少？就是4啊，整数部分是4，那小数部分就是这个数减掉整数部分就是小数部分嘛，也就小数部分 B 啊哈，就是呢这个数，这个数就是根号5加2，啊减掉整数部分，整数部分是4，所以小数部分是根号5减掉呢2，哎，2减4是2。哦，那根号5是2点多，2点多减2的话，整数部分拿掉就是小数部分，所以呢 B 哈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根号5啊减掉2，所以答案是根号5减2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B。